晚上好，今天在学校加班，加完班呢，看到这么好的塑胶跑道，一定要来跑个步。最近在看《纳瓦尔宝典》啊，他最后一句话提到，就是人生有三个关键，第一个就是健康，第二个呢是爱，第三个就是使命。其实这三点我特别的认同，我觉得我现在啊，就是按照这三个点啊，在很愉快的生活，很充实的生活，所以也把这三个关键词送给大家，一定要努力锻炼哦，加油加油！